代表越辣越缺，不用无从，明天就去应征。觉得吃不下的就是香，身材哇，好腰。他应该有熟吃的，算了吧。啊，你安全帽怎么回事？干嘛拿着？安全帽不掉，我怕下雨。所以你要请我？点数多了耶，不知道干嘛。点数财富自由，直接又一块装在一起了，又一块装，一块一块装。嗯，眼前的最好吃，而且刚运动完吃最好吃。特别是免费的，更香。那你累积最高纪录累积多少点数？就这一次，因为他们其实有个期限，是今年的点数，明年还是后年的3月30日要用掉，所以我没有累积的习惯。所以我麦当劳的资讯都问你啊，对不对？毕竟你是内行。没有，你要说有，不是，我是说一些优惠资讯，至少第一手可以从你身上知道。对对对，暂时可以。我问你哦，怎么样可以点？我想吃套餐的话，怎么点会比较划算？比如说什么甜心卡加点点卡，还是怎么点法？你可以告诉我吗？点一个主餐，单点主餐，使用甜心卡，或是看你需要什么送冰淇淋。你平常一般点餐的那种点法还会划算，对不对？嗯，学起来。内部员工告诉我的，注意啦。假设我今天要去做麦当劳，还是推荐我去麦当劳打工嘛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是应征什么，最好不要去，比如说外送员吗？还是什么工作职位？一般来说，小鸡上工真的都在缺什么时段？小鸡上工，就那个 APP。对，一般来说那个时段在缺的，一直在增的，每家店都在增的。哎，增的越多的，就代表越烂，死缺。虽然你一个小时多55块，可是你要花很多時。那个位置是什么名字？打烊班，就叫打烊班。打班，绝对不要升打烊班。我不建议入坑。哦，不建议，了解。他的累的工作内容是怎么样的累法？就是具体是什么？整体的清洁，清洁度要到位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清洁程度那样。刚刚说多少钱？55块一小时。一小时多少？可是完全不值得。一整而已，不
我懂，因为这个对我来讲应该也不值得，多五十五块，如果太吹毛求疵或者是太硬了，我觉得真的是心理压力也很大，不是身体累而已，对不对？身体累。不用无穷，我明天就去应征。他说他172.5，好了，我们算173，82公斤的大男人，他吃不下，还分一个炸鸡给我。让我吃3块。朋友跟你都是外强中干的吗？别人吃不下的就是香，我吃3块好像吃太多。可以啊，游完泳肚子很饿哎，你会不会饿？你会觉得更饿吗？我觉得蛮饿的。我这个游完泳，我每次都超饿的。我很饿，我永远都是。那你干嘛不吃这块？你还说你有点饿？身材。靠腰哎，这蛋白质又没关系。我对你，炸鸡正常来讲，他们的 SO 好像就是多久就要销毁，对不对？不能放太久给客人。20分钟，没有卖掉就这样。所以，所以对品质还是有要求的。20分钟，我觉得好像餐厅的，如果我都要现场炸鸡，要多久？一般来说，炸鸡炒没有满的状况下，2分钟就可以了。鸡腿就是鸡腿，腿是腿排，是吗？哦，反正现在也没鸡翅啊，对啊，没鸡翅，我不知道没鸡翅。然后朋友就是，反正是我兄弟啊，我要叫他白菜，或者是裹脚、海鱼。你给我的这块炸鸡还蛮好吃的，辣味，它有点像牛奥良的。辣，因为很久没吃了，所以我觉得就是还蛮好吃
小当家棺材板快要压不住了，调味有点烂，味道上不错，稍微久一点。Thank you.